好，你跟 Victor， 我们来讲我们的婚礼，对吧？婚礼？哪一个最适合你的仔的？我好像看到好像是这个。其实我是你的新抱来的。恭喜Gofan！欢迎来到呢，就是Gofan的恋爱实境真人秀，对你有感觉的百万点击率庆祝系列第一集。OK， 那当然就是打头阵的，有我们的国民初恋，哇帅！大家好，我是Sean，我是金。当然还有就是去到 almost ending 的时候呢，跟他有这个外星手势的 Joey。所以我可以暂时先把你们给隔开，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啦。这样 OK， 这个影片的最后啊，就看我们的 Sean 跟 Joey 啦，可不可以有什么默契之类的哦，让我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位置给让开，然后让你们给做出来。我们毕竟还是来到这个地方嘛 ，OK，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八姑爹，是不是八叔？那为什么会来这间八姑爹吃的？朋友嘛说啦，就是。我几个月就来这边吃好了，就是大的时候 ，baby 的时候啊 ，baby 的时候、啊、，baby 的时候，妈就灌我喝巴古爹汤啊。哇，你奶瓶里面是放巴古爹的是吗？是，因为我零岁的时候就搬过来这边，这个是圣多萨嘛。零岁的时候是什么？就刚刚出世的时候，还没有满月啊，还没有满月，都几乎吃了这巴古爹吃了23年。像这一边，除了有儿时的回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回忆？有没有带过初恋来？哦，建议哦，就会问得好。这个又甜又伤感的一个故事，有，有。不是你初恋吗？是啊。然后我你是荧幕初恋啊，真正那个舞台单身的那个是真正哎，那个是另外一个，没回来。哎，老板娘哦，老板娘，请问他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吗？哦，老板娘是为了配合罢了，其实他不认识我。两个同一个粉肠，那些你要吗？粉肠要。OK 啊。有吃粉肠吗？我就是粉，没有啦。没有啦，我 OK 了，不要。我觉得很够了吧，老板娘，我想问你一下，他有没有带过初恋女友来？没有。没有，那当时我带的时候，老板娘不在。OK。OK， 好，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哎呀，重新分享一下了你的那个初恋。初恋怎么样？就来这边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早餐跟我父母一起来咯，家人还有女朋友都有一起吃过，一起吃过，有啊。家长就其实在一起之前就有一起吃饭了。就是你在节目里面分享过的那一个嘛，对不对？就是 from 朋友、同学，然后到就是一起谈恋爱了，都一起吃了。所以这个是 sweet 的 memory 吗？那个酸的 memory 是什么嘞？酸的 memory 啊，分手，这边没分手？没有啦，没有在这边呢，在对面。没有 OK 啊，我们是在电话说分手的。然后 text， 然后去他家拿回我东西，给他东西，这样 say bye bye 这样咯，去拜他家。如果是我的话，前面我东西全部烧掉了。怪不得你现在单身，怕嘛，就是他烧掉。如果说刘一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他是没有那个机会去烧掉的。哇！我一直都很介意这瓶东西到底是什么。哦，这个东西啊，而且包装上没有拆的哦。是，该不会是你卖的？你要打广告吗？你要给我们钱的？OK， 没有啊，这个是我昨天去逛街的时候，然后我，他笑到有猪叫声，我很难忽略掉你的猪叫声。这个代表说他真的是很开心的，对。其实这个是我昨天逛街的时候咧，然后我走到一半过，我觉得感觉你的那个猪叫声可以慢慢的移过来了。对，有一点点可以让我可以慢慢消失了，可以慢慢消失掉。逛街一半的时候咧，我就有去走一些香水的地方啊，然后我玩闻闻一下，蛮香又蛮可爱的味道，我就第一个想到，明天也会加到酒里，我就买一个礼物给 Joey 咯。你就不了解我了，因为你知道，其实我是不可以嗅这种香水的。我老魏，你真的是单身，谁讲是给万年单身呢？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我过去，我不，一点都不介意了。你可以收这当可以收这当一个 decoration。没有啦，我们还是要问回 Joey， 为什么你觉得说自己就是不能够闻香水？是有敏感是吗？太阳什么？不是阿斯玛问题，是其实在我五官里面呢，我的鼻子是最敏感的， okay. 然后我耳朵是聋的，你要讲很大声我才听到的，所以呢，每次经过那种香水店呢，我都会。
憋着气。OK， 跟肚子一样。这个香水我现在看到叫 Meeting You， 遇见你。Sean 真的是一个很会撩人的男子。没有没有这样，没有没有这样，真的。哇，很香哎！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这个是干果，然后这个是四果。它没有错啦。好，我们先品尝一下。啊，兔子吃菜。Sean 从小吃到大的这个肉骨茶。说这个糖呢，其实它我本身比较喜欢，是因为它是比较甜的。你看这个排骨一拉，它就出来了，真是很香哎。然后要点一下它的辣椒，一口，嗯，很可以，真的。好吃，而且我觉得肉骨茶它有分那种比较轻一点的，跟颜色浓一点点的肉骨茶。对。而这个的话是我很喜欢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汤底，它熬的时候呢是下足料的，然后那个肉哦也是很肥美。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汁哦，这个汤汁哦，黑饭呐、啊，绝绝汁哎，真的。OK， 我来吃一看这个干捞的。干捞啊，惊喜啊有的，然后我是越吃越好吃啦。我也是觉得，嗯。所以你是本身比较喜欢干锅类还是试锅？比较喜欢你。我是知道。OK， 汤啦，汤。江总，为了你。我本身喜好啦，我会选有汤的，因为有汤的话，它可以肉饭型啊，就比较配饭，比较送饭一点点。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拍完节目过后，你们还有一直在互动吗？算是有。如果是在讲我们的大人忙的世界，就成人比较忙的世界，其实算有啊。我们也是有一个群嘛，除了群。我对你有感觉，我们六位男女嘉宾都是有个群，然后偶尔的碰碰。七位，加满一个七位。我没有加到我，所以。还是你没有加到另外一个？没有加我。就我们有时候得空的话会约出来玩呢，有时候他们不得空的话，就只是我们两个喽。真的假的？你们有试过单独？有。谁主动约的？刚刚好一个一样的时候，我们一起一样时间约。不要假，真的不要假。阿双都笑了。Show， 收那个 conversation 是来同时间。哎呀，没有啦，这个 privacy 来的。对哦 ，privacy 哦。对对对。哦 ，OK 了 ，OK 了。那就是其实我们要拍 views， 我们要拍一些 video， 所以我们就约出来，然后顺便去吃下饭喽。所以都是为了工作的。没有啦。工作有吃他的饭的没？我没有叫饭，我帮他我吃一人一半，尽量去刮干净被刷。看默契来了。OK。那接下来还有怎样的安排？那你跟伟哥我们的讲我们的婚礼不？婚礼？是啊。恭喜！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恭喜！哎、嗯。哎，阿九还在里面的这一幕，他们有他们的世界，我有我的吃这样子。Very good， 继续聊。这里是 ASMR， 然后这边是 Q&A。Yeah。你也算是后期才加入进来嘛，所以相对来说相处时间肯定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有什么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互动到的、问到的，这个时候问一问。就是因为我是直来的嘛，然后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们前面是干了些什么东西的。其实一开始我很迷惑，因为我进来的第一个人呢，就是看到你跳小舞。然后你们是在吵架了，就感觉上，哎，你们的气氛好像不是很对哦。你会不会觉得我突然进来好像打断了你这样子？来到这个 moment 的话，来那个 moment，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嘛。当下 moment 他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很 uncomfortable 了的。那时候 moment 就 literally 是 got rejected 了的。然后之后我就 like， 这个是谁啊？大家好，我是刘一杰莹。然后我就来。OK， 因为那时候我想嘛也是一样啊，麻木了。然后其实那天九月一进来的时候，我还认不到他了。是因为当时的情绪就已经是很不 stable 了嘛，对不对？那时候不 stable， 所以那时候我也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就知道是短头发了。看哦，如果我没有进来的话呢，我就没有机会跟你互动。然后小吴的就没有机会跟家中互动，然后九零呢就没有机会跟会生互动。你看，所以我今天的安排呢。完美，是不是 key point。 我的心情那时候是等一下，哎，我爸爸，哎，你 Q 他一下，我的外老妹来 support， 他刚交完球。 Hello， 他刚交完球。 No。 Hello 哥，媳妇啊。来，请坐。啊，是啊，在有人 fast， 对不对？哦， OK。
oh, but that just 介绍 ，Hello Hello Sean 的爸爸这样子。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你有看 Sean join 我们的那个 reality show 吗 ？Yes Yes。节目里边啊，佢有被 hurt 到咁样样啦，你当下嘅心情系点样？当都有心痛咯，呢啲好正常嘅心痛咯。OK， 咁 ending 你知点样 ending 啦？哦，诶，佢私底下有冇同你讲讨论节目里边嘅嘢？例如話佢真係中意邊一個女仔啊？冇啊！睇下嘛，我真係 professional 啦。OK， 咁以你 as 一個爸爸嘅角度嚟講，你有好了解你嘅仔嘛？係咪？啱。咁你覺得四個女仔裏邊啊，邊一個最適合你嘅仔嘅？我好似睇到好似係依個啊！OK， thank you， thank you， 爸爸，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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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係你嘅心。要那就给这个进来拜拜 thank you 拜拜敢讲暗暗了恭喜恭喜所以这一场就是你们的那个白酒仪式这样子啦哦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喜欢你的观众朋友们说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我最想接受你们一直安慰我还有一些在做影片的做影片来安慰我然后 comment 我是很多啦然后很多 request 的 message 我也是一个一个去读一个一个去回复真的是谢谢大家然后给你们继续support我啦谢谢耶你也是其中一个嘉宾啦，你也说一下吧。就是感谢大家支持，我觉得整个节目给我带来很多欢乐啦，也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这个节目 ，OK？ 记得 follow 我 ，Sean， 还有。Yes， 没错啦，所以我们第一集的这个对你有感觉百万点击率的庆祝系列就到此为止。那期待一下第二集又会有哪一位的这个对你有感觉的嘉宾上来吧，拜拜，继续吃。哎，爸爸的杯是哪一个？要收起来，要封起来耶，那个杯。这个。这个耶，那个要收起来啊，带回家 ，OK？ 看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香味比这个香味更加诱人。你够了啦，闻。老板娘，请问一下，可以有一个碗吗？没有。哦，喝。不要这样，老板娘，老板。没有，我不要给你。没有。